让一下。 什么？给你。谢谢。你长得好漂亮。你也很可爱。谢谢。来。再见。拜拜。 圈圈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 报告了吗？你来医院干什么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的病又发作了吗？假装关心我，演得还挺像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话呢？你以为在摆出一副假模假式关心我的样子，我就会心软吗？ 你为什么来槟城？如果我知道你在这儿，我一步都不会踏进这个城市。我信。既然5年前你已经给我们的关系画上了句号，那我们放过彼此吧。你说放过就放过。是，我是说过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 但命运既然让我们又见面，你就要做好为之前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的准备。你好。 我是百安科技研发部总监敏慧，敏总监您好，我们老板正在等您。你们老板知道我要来？这个我不清楚，但总助交代您来了就带您上去，这边请。 老板，人带到了。你好，您就是 Jason 真是没想到啊，你竟然是蓝鸟投资的 CEO。你难道不知道前天晚上的晚宴是为谁准备的吗？
你的戏越来越差了。程启让没上钩，跑我这儿来了。辛总，我今天来呢是代表百安科技过来跟您聊家人医院和我们公司合作的 MIST 项目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不能。辛总，如果说您没有时间，我们可以约别的时间。林总监，我劝你别白费心思了。今天让你上来，就是想当面告诉你，作为家人现在最大的股东 ，MIST 和家人的合作，我一定会叫停。为什么 ？MIST 的数据你有看过吗？为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吗？一定要让你为之前的错误付出代价。MIST 只是前菜而已。星期我们真的要这样吗？我们就不能？不能！我无法忘记你之前对我做过的事情，更无法原谅你。所以你聪明点的话，离我远点。一个多小时了。什么时候我跟你讲哈，真正的艺术真的有震撼人心的感觉。我刚在巴黎看了世界名画《蒙娜丽莎》，我站在那幅画面前，似乎感受到那个女人悲惨的一生，一点不夸张，我真的哭了出来。他们都说我是真正的艺术家。艺术家？我看你是演讲家。董事长叮嘱我，他爸爸是公司很重要的合作伙伴，至少也要把饭吃完再走。这么难缠啊，看他怎么应付。我真的很喜欢那里很浓厚的艺术氛围，我甚至觉得上辈子我就是一个巴黎人。行吧，那我就帮帮你吧。怎么那么久啊？不就说吃个饭吗？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找我啊？你看你真不让人生气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问他喽。我帮你拜托他，你给我十分钟。我要是不答应，那女生看起来挺喜欢你的，靠你自己根本就摆脱不掉。怎么样？十分钟。你们两个能不能尊重我一下？当我不存在吗？我的十分钟不是这么容易得到的。就十分钟。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，敏慧。